如今的湖人确实是表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球队氛围了，而球哥最近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回归战。在和勇士的比赛中，球哥打了23分钟，虽然数据只有7+2+4，但是他的作用还是不小的，而能够在和勇士的比赛中发挥也算是不错的心态了。毕竟詹姆斯的原因让湖人成为了多少人的焦点，而球哥一上场，大家的第一直觉应该就是球哥竟然变壮了很多了。没错，一个夏天的增肌让球哥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而且在场上对进攻的梳理也是有进步了。如今的球哥的确是在进步，越来越像是魔术师所期望的那个球哥了。虽然投篮姿势没有很大的改进，但是也算是有些改变了。而更重要的还是詹姆斯的无私了。以往的詹姆斯绝对是一个球权的制霸者，但是在这里却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大部分球权，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无球打法中，这也就给了隆多和球哥更多的机会。对于詹姆斯来说可能是一个小的牺牲，但是对于球队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才是真的培养啊。